好的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郝师，欢迎来继续收看黑暗之魂三的第二期。在上一期呢，我就自己都觉得我的废话是不是有点多了呢，这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看昆汀导演的片儿了吧。因为昆汀导演的那些电影哈，虽然比较血腥比较暴力，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废话特别多，哪怕是一个小人物出门就死了，但是呢他也要给他安排大量的台词啊。不过有些人物角色他是表情戏比较多一些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台词。那这期呢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风格继续陪大家聊天哈，因为这个游戏其实玩起来给人感觉是很孤单的，所以说呢我话多一些。哎，他正在捂着头好像很失落的样子，那我就送你走吧。普通弩箭没什么鸟用。哎，狗狗过来了，让我能定到它。它站在这个底下，我打不到它。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我跳下去就要挨咬啊！原来这儿有一条路啊！哈！不是，举着盾呢，我得做一下篝火，弄死你，小道格，你呀，来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好，哎，别按传送啊，按离去，让我把烟掐了，好好跟他们玩。找一个合适的角度，先把远处的那个家伙给秒了。不是你给我定到他呀，定不到。我们看看远处的那个狗狗能不能。哎，狗狗视力比我好啊！走你！拜拜！哼，你再给我叫，咱不要灵魂。巨剑啊，用灵魂剑就可以了。灵魂剑的吟唱时间比较短。掉下去了吧？来，一个灵魂剑送走他。拜拜。远处又有一个狗狗，定不到他。完，别动，别，你过不来吧？你过不来吧？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死，好，别动，拜拜。还有远处的一个大块头的家伙，好像这个得用灵魂巨剑打。我灵魂巨剑伤不了太多，别动！啊！我走！跑得这么快，死没死？好，你死了呀！我。我去你大爷的！幸亏我就在旁边啊！这新到一个场景，上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好，咱们先捡一下尸体。这狗狗不好用灵魂剑打。爆他的菊花，死！漂亮，走上去把那个家伙放冷箭的家伙给弄死了。咦，这家伙还挺能躲的，别，人呢？
还跟我这么玩，你牛逼！我绕过来揍你，没打到。哦，还有两个这种大块头的敌人哈，这个用灵魂巨剑。直接放第二发，好，换成剑，啪！你一下都给我，啊！我以为他死了呢，我补了一下我就停了，我补了一下我就停了，我这不得？哎，我太小看他了，我太小看他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真的认真了啊，我是真的认真起来了，真的认真。我认真起来，连自己人都杀。先让我用一个灵魂剑把狗狗给送走。死！哎，不，没有按照啊，不，不是按照我想要的。不，我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是按照我的剧本来往下演的。躲都不好躲，这群家伙做篝火做不了。其实我这次没有太认真，但是下一次我真的会认真了。其实在就上一次的上一次打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就是到最后不小心没有补刀成功啊，我以为补一刀就够了，他就那么一丝血，没想到那一刀还没把他给补死，结果就导致他把我给补死。狗狗的视力很好，死呀！他知道躲呀，他这家伙真聪明，连着躲开了我两发。好，我先上去把那个家伙给弄死。好，弄死他。狗狗呢？当我瞄准你的时候，你就死定了。哎，他又看见我了。那来来来来来来，我都不相信，一只狗我还怕你？上来就弄死。这俩人走一起，直接灵魂巨剑送他一发，然后紧接着就来第二发，没打着，第三发，还你妹的没打着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出来刚。没打着，你死不死？用灵魂剑把那只狗给秒了。来吧，送走你，送啊！算了，我用剑给你打。走走。漂亮！我去，这帮敌人，哎，这也是人啊！还拿了一把断掉的剑，一把断剑闯天下，撅着个屁股，爆你的菊花！这真的是爆菊花哎！
其实这个游戏跟雪原，我之前都说过了，很像嘛。但是雪原那个游戏呢，因为手感方面，我觉得没有这个游戏做的这么到位，所以说雪原我就只做了一个试玩。但是雪原的难度也不低啊，并且它一来都是来一堆敌人。咱们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？随便吧，先往这边来吧。我这个武器这个时候就显出来很不给力了。有几个敌人，就他自己。哇！怎么回事儿？神马情况啊，这是。您息怒，您息怒。整个大地都是颤的。露个头看一眼。定住他。走，我这不是隔墙打我。这混蛋。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定不到人啊，你看我一个按就定不到人。我去，眼睛好尖啊！啊，他下来了！你确定吗？你要下来跟我打？奔，奔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好的，好的，你下来你就死定了！我也，我快走！我别看他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太快不行了，太快不行了。灵魂巨剑送走你，再来一发，拜拜。没拜拜的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躲开了。送走你。掉个东西吗？楔形石碎片还有余火。这个敌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敌人哈，就是说再来一次他还会不会出现呢？我这把剑现在就显出来，虽然攻速很快，哇，暴菊，但是就显出来不行啊，威力就太弱了。看这边有什么路可走没？这是一条死路，也就是说咱们其实不用上来的，咱们第一次先随便走一走，先主要是先认认路。其实咱们真没必要往这边上，只是打到了一个叫什么楔形石碎片啊。嗯，敌人，我没有，我补个蓝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别让他听见咱们。紧接着第二发，好，换成剑，等他过来，打一下。好，上前补刀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砍他几剑他才死，就那么一丝血，我都要砍他 N 剑他才死啊！这臭不要脸的，血这么硬。我是不是选错职业了？这有什么？有东，有人。好啊，这种弱逼就不用怕了。我必须得赶紧要一个比较好的。哎，我还以为这儿有个门呢，原来靠近它发光了而已。不能从这一侧打开，不是啊，那该怎么走啊？嗯，这边呢我剪切一下哈。那咱们回到篝火的地方，原来这边还有一段路可以走。
但是我怕我会死，我都已经没有血了。这些家伙应该是都没有攻击力的吧？咱们那儿有一个有攻击力的，能不能看到？我先用一个灵魂巨剑把他给秒了。啊，用一只就可以秒了，用一个就可以秒了，先把他们都给弄死。远处有一个人走过来了。送走他干什么？他刚看见我，他好把他们都给杀掉啊！他们老是呜呜的，就这样杀掉他们，咱们还有魂可以得到，就是说何乐而不为呢？干掉干掉！爆菊花，手里还拿着短刀，他随时可能会攻击咱们啊！全都爆菊！哎，这个还有一个撅着屁股的，我让你撅！这底下是什么？这是个敌人，一个灵魂剑送走他。灵魂剑送不走，看看看看周围的，看周围。我现在没有血瓶，也没有蓝瓶，所以说，咱们要小心一点啊！哇，这敌人就比较耐打了。这儿有一个。灵魂巨剑送走他，火焰湖。然后那边墙上有一个魂，现在暂时拿不到，应该是从外面过来吧？从外面过来可以拿吧？外面过不去啊！算了，咱们哎，顶上还有，这是一条龙哎，这上面是一条龙哎，有一个拿着灯的敌人，咱们悄悄过去把他给干死，看见我了。没看见我啊，不好意思哈，没看见我你也得死。从这边还可以往接着往上走，我不想看见敌人啊、哦、大家都在拜这条龙吗？但是这个龙已经死了，有些人，有些人是带武装的哈，像这种穿着布衣的不是带武装的，但是有些人是。我这儿有个人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想阴我啊！啊、哦，速度好快啊你！竟然躲开了我的致命一击。死死死死死死！完了完了，我这一下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有没有篝火啊？好大一个魂，捡一下。望远镜，望远镜能不能配合这魔法一起打？哎，下面。看到没？下面是一条，应该是走下面那条路哈。这上面都已经来探索过了，都没有东西。那咱们要不然话回去，
咦，这还有一个幸存者，赶尽杀绝。但是下次再来的话，咱们没必要赶尽杀绝，能躲就躲，能跑就跑。不是我真的我就想下去看一看，这梯子下面没人吧？嗯，我以为按一下直接就会能滑下来的。好像没什么人。这里的士兵我可能已经打不过了，我武器太差，现在两个，有两个。看见我了，看见我了。算了，咱们回去做一下篝火，然后再往这边来吧。知道正确的路了，最起码是往下面走。刚开始都像是就瞎碰一样啊，瞎撞。做一下篝火的话，敌人也会复活，咱们又要得重新打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最起码我知道这次要打谁，并且可以跳过谁了，对吧？像这个家伙就可以，咦，秒掉。然后呢？我记得还有，应该有吧？啊，对，这儿有一个。他会原来他这种提灯的家伙会叫人啊，他会一叫会把这些在祈祷的人就给叫醒。拜拜。学会魔法多好，我们是玩智力的，玩头脑的，哪像你。这家伙无法瞄准，然后这儿有一个家伙可以瞄准的。好，哦，他对咱们本来不想攻击的，但是咱们先攻击了他，他才会攻击咱们。滑下来，现在是满状态跟他们打。提着盾，我这个灵魂巨剑应该秒不掉他。我你敢不敢过来？好，趁他喝元素瓶的时候把他给秒了啊。剩下那个射箭的我就不怕了。但是后面紧跟着就要来一堆了，躲一下，顶上没有人。哎，我为什么脸上会有疤痕啊？看来我还是会死的嘛。现在是干尸状态吧？应该。先走，先往这边。看这顶上有人没？啥情况啊？这不是刚才那个龙，他活了。我去，所有敌人都被烧死，然后我得到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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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魂。他一直在喷火吗？你走不走啊，大哥？那个龙活了。牛脸往回，还在喷火，还在喷火。哎，好，把他们都给喷死了。
请问你不走的话，我怎么过去？我去，我这我还能过去吗？莫非我要走这个地方？要喷火！我勒个去！我绝对是秒死哈！我要是……赶紧的！跑过来了吗？好的，他应该是烧不到这边啊。有啥少东西少拿了没？咦，好像我过来，暂时没看见我，没看见我。咦，看见了。我死这么远，眼睛好尖啊！这货，那个龙还在不停的喷啊喷啊喷的，我去，太吓人了吧！我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感觉我好渺小了嘞。刚才捡的有一个衣服，好像，咱们可以穿一穿试试，没有。不对，靴子吗？哦，有靴子。哎，这个衣服好像好一点，就是抗火属性差，抗魔的属性，抵抗力比较差一些，但是比较轻，但是扛物理伤害啊，防突刺之类的多一些。现在都是物理伤害比较多嘛。来，穿这个吧，穿这个半截裤。打死他，待会儿还会再上来一个。唤醒谁了吗？咦，拜拜。好的。啊！我上去，我就说饶你一命吧。这一次，结果他过来先跟我动刀。我现在可是没捡尸体啊，你不要逼我。下一次对你再也不会这么温柔了。喝一口血，这个时候其实没必要喝血。等他，看他会不会扭脸哈。扭脸的时候给他来一下。他会进来吗？没有进来。哎，好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不要，不要！那个射箭的呢？一发灵魂箭，七
千军万马来相见，搞死搞死搞死！好的好的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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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我去，我跑不过去，我都。再帮我烧一下，漂亮。再烧一下，哎呀，没烧到啊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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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烧的是上面啊，然后让咱们再跑下去，跑下去的就烧下面了，还竟然没有烧到。来来，往下面喷，兄弟，往这边。好的，对了，咱们就是要找这个时间差，让它烧，让它喷上面的时候呢，哎，让它喷上面的时候，咱们跳下去把这个魂就能给捡了，但是原来这么廉价。然后再烧一下上面，咱们就跑到它后面去。好好，赶紧走赶紧走，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。好，捡到，这儿有一个士兵，这儿有一个很屌的家伙，看能打就打，不能打算了就。好的，换成剑。哟，还是俩人呢。走你。OK， 解决 ，so easy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盾，我为什么不用呢？就是啊，我傻了吧？我也能装备得了啊，对吗？我为什么不用了？我真是傻了。这儿有一个需要慢慢走过去才能拿到了魂，看看其他地方的人先都给干死，灵魂都用灵魂巨剑秒掉了，得了。从这儿上去是什么？先看看这边，找到篝火才是关键。你们看视频不知道黑不黑，我已经把亮度调到最亮了。这个场景偏，哎呀，秒掉。这层就没人了，咱们可以上去捡那个魂。火焰湖。楼顶的话，虽然可能会有东西，但是它因为它毕竟只有一层嘛，肯定是一条死路，所以说上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，咱们先去楼顶看看，楼下好像很深。看看，喂，我就说楼顶有好东西，真是来对了啊，篝火。
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还有东西哎，楔形石碎片，全是好东西。在游戏的前期，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比较给力的武器啊？我也去升一升。我现在就是一把初始剑打起来，已经感觉有点费劲了。那把打刀应该是前期能获得到的比较好的东西，但是它需要敏捷值有点略高。但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把敏捷升到16，拿那把打刀吧。下去，然后一个灵魂巨剑应该打不死他。你死定了。不是你死定了，是我死定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好好，喝个元素瓶。这个门应该是从这边可以开，是吧？啊，锁上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。这边还有敌人，有东西。这个应该是一发就搞定的。好，飞刀。我好好，我好好。爆你的菊花，拜拜！破甲西剑，老是有东西呜呜的，听着特别的难受。看一下我的武器，破甲西剑，这两把剑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这把剑比较新啊，就耐久度是完好的。我算了，就这样先用着吧。看一下周围环境，没有什么东西。哎，那应该是个 NPC 吧？锁上了，这边也过不去啊。这个门也是上锁的，那又没路了。这是咱们来时的路吧？哎，不对啊，刚才那边是来时的路。然后这是往上上的，这是咱们来时的路，对吧？也就是说那儿还有一个可以出去的地方。这还有一个可以出去的地方。咦，我去，有个人。没看见我，让我瞄到他，还有盾。好，刚好准备对我进行攻击的时候，把盾拿开了，然后他就死了。我应该拿一个长枪类的武器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能一边举着盾，一边
一边戳，就不用把盾拿走再进行攻击。然后正确的道路应该是，确实是这边。你吓死我吧，大哥！放你的菊花，送给你吓我。那这期节目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咱们这样吧，先上去到篝火存个档，看一下时间真的不短。这个游戏真是还没玩多久，我就感觉好像还没开始玩呢，就玩时间就不短了。但是视频的话，时间太长，它渲染时间也比较长，然后杂七杂八的原因吧，反正就是时间太长的话，观众们看着也会觉得比较累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就把这个时间控制好，好吧？那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咱们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嘛，放到下一期再讲吧，拜拜。